我们能有好的表现，而且也得到我们的最佳人气王十五，今天也会来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我们待会呢就要邀请十五上台，他也会跟大家一起暖身。所以如果说想跟十五一起暖身的话呢，赶快到我们的舞台前方来集结集合了。大家早安，大家早安。来湖弟弟哈 ，Morning， 大家早安。拍摄下来，那我想呢，在活动一开始，我们是不是要先邀请我们几位贵宾哦，依序来到大家早安。稍后也跟着我们的健身老师进行我们的暖身。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欢迎收看哦，未来体育台的脸书直播。大家早，大家欢迎大家现在跟着我一起进来。Hello， 好，大家欢迎大家慢慢进来。我知道一开始前面一分钟还在大家在进来要 ready 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稍微等观众朋友们一起进来跟我们一起。现在直播，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好，大家好，我是未来的兼担任特派记者，我是汪米妮啊。嗨，大家可以在下面一起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大家都知道，直播的时候最需要就是有各个网友们的一起声援。现在来猜一下我们在哪边？两个提示，第一个提示，这个城市非常有人情味。哎，可是这一句话好像大家都知道，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情味。OK， 好，第二个，他们的名产是太阳饼。哦，这好像太好猜了，这好像太好猜了。好，没错，我们现在就位在台中。啊，我们前一天就已经杀下来，从台北杀下来，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活动第一手的现场直击。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后面的部分，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多的跑者，还有我们今天的那个摄影大哥是 Frank， 然后非常感谢他帮我们带一下，看一下我的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跑者，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位在这个台中市政府前的广场，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跑者在这边集结在这边了。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身穿的跑衣其实颜色都是不同的，等一下我会为大家一一介绍他们穿的怎么样，这些衣服是代表每一个公里数的不一样。好，讲了这么久，应该有一些朋友们已经进来了。OK， 就跟我的拿的板板一样，我们现在位于就是大屿台中国际马拉松，今天就是特别为了这个马拉松的活动来到台中，我们就非常大阵仗的杀到这边，要让大家看到这一个活动。好，先跟大家先不破梗，先告诉大家。来看一下，我今天穿了这一件绿色的，也是跑者的衣服。大家要看到，待会有看到绿色跑衣的选手要非常的肃然起敬，因为这个呢，今天的公里数分了四个等级，这个最厉害、最远的才可以穿这个。OK， 好，那叫岱屿台国际台中它。岱屿国际台中马拉松今年已经迈入是第五届，前面四届呢？不好意思，这个可以。这个我先交给我们的。前四年呢，其实已经吸引了超过七万名的选手，超过七万名跑者，还有横跨二十七国的参赛者都前来报名。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等于说是在台中最大盛每年当中一个最大盛事之一的马拉松。台中岱屿国际马拉松，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名词。大家知道以后想到台中什么岱屿马拉松 ，OK 吗？这个 slogan 应该是 OK。好，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看到主持人也已经在帮大家，就是算是一个暖场的动作。我们现在大家都还非常跃跃欲试，没错。还有我们的 Watching 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动。大家可以留言跟我们互动，大家有什么任何问题想问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说。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跑者们都在后面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好了。 Frank， 有人有跟我说话吗？大家跟我们说个早安也可以，或是跟跑者说加油也没有关系。好吗？好，其实今天的天气，现在的可以看到天色都还没有亮，然后天气是微冷，不过所有的跑者们感觉出来非常热血，都是已经准备好了。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他们就是非常辛苦，因为其实大约在跑步前，一般我们是大概三十分钟就好，大家觉得好三十分钟就要先吃完，可是 no， 在跑比较长程的一个距离，比如说马拉松，两个小时前大概就已经要先吃，就吃饱。准备好，那我们现在跟着移动到舞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邀请到台中市的大家长林佳龙市长来帮我们致辞。国际，我们的董事长，
来率领我们所有的贵宾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好吗？非常感谢。好，那我们再等待一下，让现场的朋友们。董事长好，还有我们。哎，我有看到我们周永宏局长，来，我们先到舞台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位在活动现场的主舞台前面。还有我们江兆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位在活动现场的主舞台前面。今天的整个舞台的到待会起跑之后，我们十点多晚一点的颁奖也会在这边进行。那现在我们在等待台中市的大家长莅临现场帮我们致辞。是可以看到现场市长已经莅临带领跑者来到台上。市长没有穿外套，哎，好厉害！来来来，我们的王局长、周局长，还有我们张光尧副市长，还有我们的王庆康局长。哇，可以看到，哦，由市长带领的许多的参赛者们都已经来到现场。邱部长，来，我们邀请所有的与会。大家可以感受到。看他们的神情意义就可以感受到大家都已经是准备好 ready 的状态了。有报名参与我们今天的跑步，是每一个都是重量级的哦。是啊，听说张，而且大家注意咯，我刚才有说过的，他们穿的是什么绿色的衣服，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他们要挑战的就是42K 的全马，非常非常不容易。还有黄河亭劳动局黄局长，谢谢。那我想一开始啊，要首先邀请我们今天的主办方，这是我们戴宇国际的董事长，是不是先来到我们的台前为我们致上欢迎词？来，欢迎我们的林英俊董事长。有请林总。那现在有请我们的主办单位的代表林英俊董事长帮我们致辞。我们戴宇国际慈善基金会邀请第五年举办的戴宇台中国际马拉松，我们借着举办马拉松呢，在让健康走进我们的生活里面。今年很高兴我们有10,000多名的跑者一起用脚步证明体验台湾台中市的风景，同时我们也会将我们跑者的善心捐给南投仁爱乡部落厨房建置计划，让戴宇台中国际马拉松充满大家的活力跟爱心。谢谢大家，我们每年都会继续办下去，见证台湾的热情、活力跟健康。谢谢大家，谢谢林总，谢谢我们的董事长。董事长刚刚也提到，今天我们还要投注公益基金来协助世界展望会，给我们的孩子有热腾腾的厨房哦。接下来当然要欢迎我们的健康跑步的市长啦，欢迎我们林佳龙市长，市长早安，市长早，欢迎。各位喜爱马拉松运动的市民朋友，还有国人。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市长好，大声的喊出吼，稍微深呼吸一下。台中市是一个运动城市哈，那也感谢我们民间，尤其像戴宇，能够连续5年办这个最具指标性的哈国际马拉松比赛，这个是可以说。出钱出力哈，那么今天又特别除了我们林董事长，我们看到我们的李应元哦，环保署署长，欢迎署长，欢迎我们的邱泰山哦，邱部长，欢迎部长，还有我们的四五团队哈，大家挥挥手哈，欢迎，尤其我们张光尧副市长，听说这是他第32码，第32次啊，跑42公里哦，全马的，我为他加油一下啊，加油。台中市后年要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哈，那我们打造运动城市，就从呢市民的参与，尤其是不管是路跑或者自行车哈，从台中市政府的广场出发哈，这个就是我讲的 OK 台湾哈0K 了哈，从这里零码出发，待会大家沿路哈不要。只是低头哦，看我的路平计划做得怎么样哦，要稍微抬头看我们的美丽的城市，你会经过歌剧院啊、夏绿蒂啊、秋红谷啊，还有包括到万高寮，记得哈、看一下我们彩虹爷爷啊的一个彩虹眷村，那这个也是最美到啊马拉松在台湾啊。
这个要大肚山，昨天我才去看大肚王朝哈、哦，这个能够上下将近262公尺哈、哦，下坡跟上坡哈、哦，所以你老几块困难折返点的时候哈、哦，才正要缓上坡，我当兵的地方了、啊、哈、哦，所以呢，期待大家能够跑出健康，跑出幸福，跑出美好的未来。再次的欢迎大家，谢谢，谢谢市长，谢谢，谢谢我们的嘉龙市长，非常感谢。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同样也要邀请我们淡宇国际，包括我们的林英俊董事长，其实刚刚已经在舞台上跟所有的朋友问好，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干部，我们的丁执行长同样也上台，好吗？欢迎，经常好。同时还有我们的总经理陈明南，陈总，欢迎陈总，以及我们的财务副总吴伟成副总，欢迎。好，现在可以看到刚才厂商代表的董事长还有台中市长大家长都已经致辞完毕，现在可以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跑者，还有吉祥物非常的可爱。而在主持人介绍来宾的同时，其实天色也已经渐渐的亮了，我们现在也非常的期待待会的太阳的曙光出来之后，选手们在六点鸣枪起跑。在我们起跑之前，为我们一起带领大家进行暖身操的是吴奇老师，在哪里？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们了，好不好？现场也邀请到专业的老师要帮他进行暖身操的部分。报告市长还有董事长。好，我们差不多要缓缓的。待会我们要往起跑的部分移动。好，所有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当然，在跑步之前暖身，暖身。跑步之前暖身是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台上可以看到教练们已经要来帮大家带大会暖身操的部分，我们要开始往前面移动。启动起来。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在大家在后面的跑者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 rap 这个节奏，耶、yeah, ，我觉得可以，有没有听到？可以看一下，哎，双手拍一下，看到大家都非常的直，好像看到镜头都有一点腼腆，对不对？我们现在慢慢的往鸣枪的部分移动过去。来 ，follow me， 大家 follow me， 我来为大家一一的介绍，请跟着我继续来。大家可以开始看到，先从这一次的淡宇国际马拉松有分四个的四个项目，像我身上绿色的，可以看到这边绿色的，非常厉害，42K 的全马，哎，这边吗 ？OK， 不好意思哦。好，那42K 下来，当然21K 半马，蓝色的，其实可以看到，放眼望去，其实还蛮多跑者是穿蓝色的，也就是大家开始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很多跑者是穿蓝色的部分，蓝色跑衣，半马就是挑战，因为其实挑战全马的是要比较，确实是要比较多经过一些经验跟练习，对。好，那我们继续往后 ，Go Go。那接着也可以，我们等一下稍微往后也会看到开始不同颜色的跑衣，我再为大家介绍。好。哎，大家早安！可以看到，太好了，这个天空已经逐渐亮起来了，太好太好了。现在在进行大会暖身操，这个、音乐我觉得不错。等一下，我来帮大家跳一段，帮大家就是加油打气一下，好吗？好，可以看到，开始到比较后面，可以看到这个衣服的部分，可以看到。可以看到这个颜色，黄色的跑衣的部分，这个是9K， 可以吗？好，嗨，大家欢迎收看未来官网的直播，跟我们一起热血帮台中国际淡宇马拉松的跑者们一起加油。我们将在六点的时候鸣枪起跑，现在大家在进行暖身。好，可以往后看。好，那我就边走边继续跟大家说明。其实这一次的比赛呢，就是大家说在台中非常具有指标性，
然后沿途会经过什么？讲到台中歌剧院，大家知道吧？国家歌剧院有没有去过？白色的 OK。 另外还有想到什么？彩虹眷村，彩虹爷大家一定都知道，这都是会经过的。还有另外一个望高寮，哎，还有另外一个秋红谷，大家都知道。讲到秋红谷，好像会想到说似乎是个看夜景的地方，但是殊不知其实它的白天也非常漂亮。所以 Frank 有没有去过？有没有来过？好，我们现在要准备了，我们现在要小跑步，跟着我一起 follow me follow me。 有没有一定要赶到最前线，带大家直击第一手的鸣枪起跑？ Go go go。 可以看到选手们都已经跑准备好了，我们等一下第一组六点出发，第一组42K 全马的参赛者们，所以最前面都是穿着绿色跑衣的选手们。那这一次的比赛呢，其实有三高，是好的三高。哪三高呢？高奖金、高规格跟高品质。大家可以知道这一次总奖金其实是达到100万，而且还有厂商也加码了一个，如果你打破纪录的话会有一个20万的奖金。所以说其实对于选手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激励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最前面，我们可以要等待，很快我们等待，待会就要准备第一组的跑者们就要 起跑出发了。在这边我们在这边等嘛，对不对？我们等一下会有，我们要等待鸣枪，让大家看到第一手非常热血跑者们会跑出来。在那边吗？那我带大家来来来，看看看。现在收看的网友们就对了，超棒的，朝气的鸟儿有虫吃。We would like to remind all the runners to be safe and help everyone achieve your personal best. Let's enjoy the beauty of Taichung. 好像有点太近了，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42公里起跑时间是6点钟。让大家看一下。Now, 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跑者们已经准备好了，在这边 stand by at the start line。在这边42K 的全马集结，今天跑者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请所有42公里。不过目前大家还要再稍等一下下。那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跑者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看到在我们最前面的部分，其实也可以看到有各国的参赛者们，可以看到大家都知道来自南非肯亚的长跑好手们，他们一直以来在长跑的一个表现成绩上面都非常的优异，这一次也前来共襄盛举。是可想而知，这一次比赛真的对于很多选手都觉得是一个挑战，就像如同刚才前面贵宾致辞的时候有提到，这一项比赛是最美到的一个挑战赛。其实怎么会这样子说的？因为呢，我们这一次跑的路径是设定为，其实一开始是缓缓的下坡，然后到最后反而是经过折返点之后，大家是反而要挑战一个上坡。来，我们现在带大家，我们来绕一个好位置，一定要让大家看到，稍微看到最好的视野、最好的广角，一定要带大家看到。可以看到，这位选手们都是已经准备好了，帮他们加油！也欢迎大家，现在在收看的朋友们，也欢迎你们，就是留言帮台中戴宇国际马拉松的跑者们一起加油。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起跑的步调已经整个 stand by 起来了，准备好咯。
可以吗？可以看到，好。太好了，真的是只有现场收看的朋友们，现在来收看的朋友们才可以看到我们。对，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上面倒数8分45秒，不到10分钟的时间，已经非常的紧张，现在已经非常紧张，连我到现在好像看都觉得好紧张。我等一下也要跟着跑，你们知道吗？所以现在还有8分钟的时间，是不是我刚才还没暖身？是吗，弗兰克？我是否可以暖身一下？来帮跑者们加油一下，好不好？我来帮，我刚才没跳暖身操，我现在帮他跳一下，好不好？要看吗？好，没人回应，好，那应该是要，好吗？有请我们的 Frank 来帮我，好不好？帮我打个节奏节拍，大家都知道。等一下哦，不枉好不好？不枉我有内湖梗后。耿仲山的称号，好不好？我是非常 freestyle 的。OK， 有啊，有吗？真的要？你要跳吗？要。来哦。好笑，这个好笑。来哦。准备好了吗？跑者们一样，不好意思，刚才小小献丑，要帮所有的跑者们一起加油。刚好我献上我非常有诚意，因为我等一下我要准备了，赶快赶快，现在倒数7分钟 ，OK OK， Lucky Seven。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现场除了准备好，可以看到参赛者们已经来到最前面了。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其实他们可以认真看一下，他们在准备的时候也会有佩戴一些自己的配件，像其实我之前也有去跑步的一些经验，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发现很可爱的。现在我们待会再有机会的话，我们帮大家细看一些细节，或者是持续关注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我们可以帮大家拍一些照片，直击一些现场的花絮。那其实很多人在跑的过程中，因为其实这个距离非常的长，动辄就是一两个小时，所以很多选手们都会佩戴自己的一个小配件，比如说是小玩偶，或是小娃娃，或者是一些精神的标志，就是为了让他就是继续撑下去，坚持下去。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准备的时候，我们旁边的舞台上面也有这一次的吉祥物，非常的可爱，它叫做乐虎。市长以及吉祥物已经到了旁边的舞台，要帮所有的选手们第一批的跑者们起跑加油。可以看到台中市的大家长在这边，待会6点的时候就会准时鸣枪，42K 的全马跑者就会出发。卓冠廷局长第一次没有看到他戴眼镜哈，今天准备跑步。来，世界展望会我们的会长，谢谢。还有我们劳工局的王局长，可以看到神副座，还有邱太。当然，每一个活动当中也要有非常好正的一个吉祥物，这样子以后大家看到就会知道，哎，有印象。中间的位置，那跟各位报告，42公里的起跑时间大概只剩下5分钟的时间哈，倒数5分钟，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倒数5分钟。热情的掌声加持一下，好吗？非常热血，非常热血。OK， 那既然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我也继续不好意思的跟大家继续聊天啦，因为一定要让大家看到第一幕、第一手消息之机跑出去的样子。对，那其实像是选手们在吃的部分，其实在边跑的路上，大概是像跑42K 的话，他们大概是跑了1个小时左右开始建议比较才可以进食，不是说你跑了20-30分钟感觉就好像很饿了，大概是。
建议是一小时左右开始吃，所以其实他们边跑的时候是稍微可以吃一点比较方便携带，比如说是香蕉或者是小番茄的食物。而且他们其实在来跑之前吃的东西都是比较简单的碳水化合物，一点点百老汇的味道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今天昨天晚上的月圆呐，而简单的话，碳水化合物有什么？像是比如说，白馒头，或者是全麦吐司等等的，而不是想说可能会要进补很多的蛋白质，反而不是这样子。希望在台中市举办。不过他们就是想跟大家讲分享一个冷知识，其实像是跑者们，他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消耗，他们所有的算是蛋白质、肝糖还有脂肪都是在消耗很多的一个状况下回来，他们第一时间其实大概是先休息30分钟之后，然后要补充比较算是高糖分的东西，比如说像是巧克力牛奶啊等等的，比较甜的东西，和大家想的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你要最快的让你这时候吃反而不会胖哦。不是说因为这时候吃刚跑完，其实吸收是最好的一个状况，那你吃下去的东西反而会去修复你比较就是耗损的一个细胞。好，现在可以看到倒数三分钟，所有跑者们都已经来到最前面了，第一批42K 全马的跑者已经准备好了。Hello， 刚加入现在直播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在台中国际带鱼马拉松，目前今年已经是迈入第五届的赛事，这一次也是超过，也是上万人来共享盛举。现在早上还不到6点，大家集结在台中市政府前的广场，非常的热血。我觉得应该还有时间。准备哦，倒数2分半，我们就要鸣枪了。乐虎旁边的市长哈，再跟大家。加油！我们的、这个、来帮所有的好手们一起加油。我们的蔡诗莹，我们的这个前几再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绿色的，待会就是全马的参赛者，表示姐姐我也啊，什么？大肚山啊，我每一天大家知道看这个来行的龙仔呀，代级案情不单纯。这个绿色的跑衣有没有看到？全马的，待会我这个麦克风一丢，我旁边就直接出去了。我现在很紧张哎，我现在准备好了，刚才可以往前拉，直播结束之后大家可以往前拉一点，我前面暖身好不好？小秀一下。台湾海峡，一定要举头哈，看我们的风景。那也跟大家补充一下，其实现在倒数1分半的一个情况，那在旁边舞台，台中市的大家长，林家龙市长现在也在跟大家补充说，这一次的台中的带鱼马拉松。边跑其实是希望可以经过很多台中的知名的地标，比如说像是歌剧院，还有望高寮，秋红谷等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跑者们不止在跑步运动挑战自己极限的同时，也可以看到非常多台中非常美好的景点。好，让台中的空气越来越好，也是爱地球的一种证明。谢谢我们的市长。好，接下来还有倒数不到1分钟，最后50秒，最后50秒。今天局长有没有要跑？有，对不对？那可以看到，其实选手们，各国的选手都前来参赛。再跟大家说明一次，这一次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马拉松。前4年，前面4届就已经吸引超过7万人。非常充裕的。超过7万人，而且是横跨27国的各国的国家的参赛者前来都报名。所以这一次也是最上通过比赛，其实选手们也可以有一个在算是各国很好的一个互动交流，互相切磋一下。好，准备了，倒数10秒哦，准备好了，大家准备好哦，好紧张啊！3、2、1。准备好啊！我不能落后太多我要赶快。加油！不过我还是先帮我们加油完。左手边看一下我们的镜头。大家加油！非常非常热血，早上6点准时鸣枪，第一组42K 全马的马拉松跑者们都已经出发了，可以看到。那我们稍等也会有半马21K 的，还有9K 跟3K 的跑者们。上面的选手，你
现在是时候可以选，现在是时候可以选手们打加油打气。希望跑者们一边跑一边抬头看一下台中美好的风景地点。好，当然除了42K 的跑者们现在在努力当中，其实可以稍微帮我带一下下吗？我旁边的可以看到有一个这种比较粉色的这种选手，其实他们是他们是 3K 的跑者，也会在晚一点的时候要去脚开是不是？哦，没问题，但是这一个这颜色是 3K 的，对，那就是他们稍等晚一点的时候也都会起跑，陆续的起跑。目前天色也已经逐渐亮了。那当然在这边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一次的比赛也推出了一项比较特别的，叫做 9K 男女挑战赛。那什么叫做男女挑战赛？有什么特别的？可爱的是大家想说，哦，男女可能是我要往快了，大家知道最好的都是等在后面。 OK，好好，其实我也迫不及待了。大家稍微在10:30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后面的颁奖，大家准备会看我会不会在台上出现领奖，就看现在了。OK，我们待会见喽，拜拜。完成了我们这个起跑的赛程啊！好。